皇上驾到，众卿免礼。如果你给绑架了，就眨眨眼。我只是拿钱办事。哈桑老师，看来你病得不轻啊。今天高兴，搞一下气氛嘛，够不够牌面？高兴？难道你生孩子啦？难道你们没发现我今天的行头吗？这一身，没想到老师竟然是海王。呸，渣男！怎么，你们俩还有意见了？本章鱼，呸，本座现在可是教导处主任了。老师，那啥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。那啥是什么？香吗？你是趁副将老师不在才敢自封的吧？开玩笑，玛丽皇后觉得还是我适合当班主任。你适合？那当然，全班人都觉得还是我更合适。哎，看来我不是这个班的了。滚啊！老帅，你是去贿赂玛丽皇后了吧？这叫战略性合作。你不是臭摆摊卖烧烤的吗？哪里来的钱？你还小不懂？不会是骗那些女孩子的钱吧？我哪有那么可恶，给你点提示，不是靠钱。那靠什么？难道说老帅你还有没有尊严？喂，我才没有去求玛丽皇后。原来如此，是玛丽皇后她惦记你身体。阿萨老师被玷污啦！什么？老师被强拆了？什么？我没听清，老师是鸭王。老师，其实可以，但没必要。别造谣啊！看看我背的啥？愿赌刺茶的钞。滚！这是玛莎拉蒂的 logo。然后呢？玛丽皇后看见，态度都变好了，跟我说，有什么需要她帮忙的，尽管说。所以就帮你复职了，那就是你不道德了。我怎么了？他知道我有价值，是等价交换。你把这么大一把武器架面前，谁敢不答应啊？滚啊！老帅，我觉得我们真是相见恨晚。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，你肯定有事找我。你还算有逼数。那个老帅，你没有玛莎拉蒂带我兜兜风吗？你们说我是海王渣男，怎么还找我？没别的，主要是想体验被扎的感觉。这个日后再说。什么？老师你这样，我要好了。我又怎么了？就带我兜兜风，你还想图谋不轨？明明是你想歪了。那你不带我怎么解释？我其实我光有个 logo 而已。原来老师是赖皮狗上轿，招摇撞骗。现在我们都知道老师是骗子了。哪有，是他主动说有事可以找他的。如果被他知道了实际情况，肯定少不了一顿打。这算好了，我是担心救不救得活你。那你们千万不要让他知道啊。老师你放心。真的吗？只要你钱管够。你又想要什么？玛莎拉蒂。